队员都丢了，队员还在拍照呢，你自己一个人就走了，有毫无威信。这个队好像莫名的跟之前不太一样。Lag 这个影壁的背后隐藏着呢，就是这个铜钻楼瑞园的主建筑物之一。没有人在听。同志们，这里也是个景点儿，这个景点叫匡景。没有人在听。那我也过去了。走了。来来来，摇一支爱情上上签，让你们的爱情更加的甜蜜幸福。爱情上上签，爱情上上签要怎么玩呢？甩吗？来，你们先抽一支吧。是摇吗？要晃吗？如果你能晃出来一支的话，不要撒了。这么容易？哇哦，厉害呀！这么容易。两个人独处时候会干嘛？嗯，哎，这哪是签啊？不是六十六分考的吗？我以为他是算命的，结果他……对，这个签就是在提问你，你们两个人在独处的时候会干嘛？我们独处的时候就是看看电影，然后吃零食。对，哦，做什么嘛？我们想听一下，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做什么？会做什么？你们两个人的时候会干嘛吗？吵架呀，吵架呀，吵架。我们那是相爱好吗？ Okay, 我们是相爱，沟通，我们相爱，我们在沟通。好，换人抽，来，直接抽了啊。此时此刻打电话。跟伴侣说我爱你，太容易啦！打一个吧，应该让小云抽到这一题。喂？哎，哦，你去接放学了是吧？要接孩子了。老公，我现在抽了个签。好温柔。抽了个签，要对你说。我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更爱你，我更爱你。天哪！今天喝冰的了吗？你那个可乐和炸鸡在镜头外吗？今天打游戏了吗？对，凯凯、苗苗，昨天又喝了，晚上再吃蛋糕。哎呀，凯凯，Hello， 有点想录导游了耶，凯凯想他哈，我也想他，我想念录导游了，不然下一站再叫他过来。对啊，把他揪过来。当然 ，Ella 也是要来的，那只有一个名额怎么办？郑俊哥不，别来游。我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！他可以再来的，他可以再来吗？那你别来了。